嗨，大家，我是陈泰。我们终于要去车路啦！这支影片呢，主要就是分享我们第一次体验车路的一个心得分享，这样子。中间过程会包含我们预定车、取车，然后甚至是我们整趟就是车路下来的体验。如果你也想尝试车路，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哪里租车，或者是说担心有一些车路上面的不方便等等，你可以看我们这支影片。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车路呢？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都会带着萝卜，那我们其实会担心带着萝卜，狗狗可能会有热衰竭的状况。所以我跟陈先生就讲好，就是到九月啊，天气比较热，我们可能尽量以车泊或者是说有冷气的一些露营的方式，让萝卜可以相对在比较健康然后比较安全的环境底下这样子。我们这次租车的露营车的品牌是 Mini Camper， 然后我们稍微比较一些市面上的一些露营车品牌。那因为 Mini Camper 它是可以带宠物一起上露营车露营的，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相对比较方便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取车啦， Mini Camper 他们的取车点是在淡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出发去淡水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淡水取车。Go，Let's go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来到 Mini Camper 的交车的，算是地下停车场。其实本来没有下雨的话，都是在户外。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叫很久没露营，又遇到雨露，所以我们就是在地下停车场交车这样子。那等一下那个 Mini Camper 的伙伴 Peggy 会带着我们，就是走一次交车流程。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车泊，并且租露营车，自己就是要开去露营这样。我们自己也蛮期待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请 Peggy 来帮我们，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整个使用车子要注意的一些事项，然后跟一些装备的清点，那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开箱这台迷你露营车。好，就是后面这一台吗？哇，绿色的，很可爱耶。你听说是你特别选，要求要绿色，是不是？我就问说，可以许愿一下想要绿色的，因为我觉得蛮可爱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请 Peggy 就是带着我们交车。萝卜娘，今天欢迎你来。萝卜，欢迎你们来。然后我们正常在交的时候，我会先让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都会有合约，你看着本子，我也看着本子，我们一起来核对。OK， 好，就是我们的客人，然后我都会给他们小礼物。好尊荣哦，对，这可以放在我们之后，我还可以把它带走吗？你觉得我留着要干嘛呢？好尊荣哦，好可爱哦，你们以后就留着自己用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谢谢。我帮你放在车子前面。好，谢谢。不会哦。我看了很多家露营车，然后比较了一下，你们的东西很多，但是我常常被嫌弃耶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们东西很多会很好，特别是男生，像我刚刚教的那一套，他说你们东西太多。然后我跟他讲什么，他有抱怨吗？抱怨，然后他的脑容量已经满了，然后就听不进去了。我不会，我应该会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自己在看那些配备的照片都觉得我好快乐哦。能用就用，尽情的使用它。好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东西收不回来没有关系，只要离开营地之后，东西全部上车就好，我们会来弄。Okay， 所以湿的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们自己不要感冒就好了。好贴心哦！啊，这不是应该要这样吗？好暖哦！那我要怎么去帮我弄厨师机？帮我弄？不行吧？好暖哦！对，就是就人回来平安就好。哈，锅煮的话在这里。这里面有大、中、小三个锅，刚好可以用一下别人的锅子。平常都用自己的，用到腻了。用腻会用腻，怎么会用腻？就会一直想要买新的。这很正常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完全不想接话。他不懂，我一直买锅子，一直买电风扇，知道干嘛？还有我有五个灯在这边，然后我都充好电。比较特别的是这两个按着不要放，它会亮。OK。为什么会特别说？它就是。什么方法都试了，试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这样开啦，然后这样好，好，对，很多客人有抱怨，真的方便剪进去吗？不是，就是方便呢，方便呢。那我已经觉得无聊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研究这些东西要干嘛？同意。对，再来是海绵床垫、床包、保洁垫，就在这边，我都帮你们踏好的、干净的，然后萝卜可以上去，就上去。可以拉哦，那这边桶收纳小天才哎！哇，这台是冰箱，它上开式、上掀式。对，上掀这样子，它可以到-20。吹风机你家好，750瓦，接营区的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洗碗巾、菜瓜布在这里。然后回来的时候罐罐还我就好了，这可以丢掉，或者自己带回去用白丽的哦。好，急救包，不要用到。好，行照我会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油是满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一定都满油。那回来之前我要加满吗？是， okay， 唯独小小的要求就是买油房，这样就好。好。哦，这样转。对。哇哦。是不是有仪式感？有人偷懒不下钉的吗？有。那不建议吗？当然不建议。
这个雪花是冷气，晚上我会开几年的，这个是送工，现在是100%。如果你要用这边的 USB 这个按下去，它这边就通电，这边也都会通电。OK， 好啊，吹风机也可以插这里。好，电力很足哎，根本就不可能没电哦。它的这个完全整平了之后，床垫三折床垫就可以帮我铺平，就可以。所以到那边就是桌椅先拿来外面放好，然后厨房工具都放好之后再 set up 床上到晚上要休息的地方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很清楚，真的，期待，期待，可以吗？大期待，我不想上床。有没有一种跟卡车司机交往的感觉？还好。学校哎，那你看一下我的母校。哦，是哦，新北魔法学校。赶快开了，4:30了，我们还没到营区，各位。第一次开露营车就要爬这么算是陡的坡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哦，好像那个云霄飞车要开到最上面，然后等一下断轨就会往下坠哦，好可怕。再上去吗？大家快要下雨了，想说在正式收账之前，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厂商付给我们东西有多少。其实有非常多，我们其实都还没有拿出来用，但我大概讲一下我们实际上面有用到的。这个蛋卷桌就是厂商付的，就是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带桌子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露营最重要的就是炊事嘛，它炊事的东西给的非常齐全。那这边这个像这个的话是锅子，那我们今天煮那个粥就是用他们的锅子。像这个电子锅的话，跟我们家用的是一样的，是 Clair 的电子锅。就厂商都会把这些东西分一袋一袋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细心的。对，盘子有2个，然后碗有4个。那他们家的碗跟筷都是用先得满的，就是我知道。我们有观众很喜欢先德曼，质感很不错，质感很不错，值得购入。再来的话是餐厨用品，也是有的也是先德曼的，然后它也是有一些削皮刀啊，然后汤匙啊、夹子啊，然后铲子、剪刀、菜刀、砧板，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它都有，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带。它的瓦斯炉给的是双口的瓦卡式炉这样子，别台车有 Uniframe 的，我其实蛮想要用那一台 Uniframe 看看，但没关系，今年暑假看还有没有机会再租一次 mini camp。这个的话是他们家附的灯其实也不止2个，只是我们就想说哦，就是一个仪式，所以就挂个2个出来。对，它这个是气氛的啦，因为它主要还有照明的话是附了一个很长的灯条，我们昨天有把它打出来。它有给一个 Sony 的音箱，这个还不错哎，质感还不错，声音什么也都蛮不错。然后我们有看到有的车是附 Marshall， 对，所以大家如果住的时候可能就是随机配吧，对，随机配啦，但是不强求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 Sony 这个还不错，对，其他的装备也都还蛮不错。这个椅子大川椅的话也是就是厂商他们家自己付的，然后也是第一次知道哦，大川椅其实蛮好做的这样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品牌的大川椅，就是大家如果推荐也可以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冰箱跟那个行动电源厂商也都有付，行动电源跟冰箱的话我都蛮有兴趣的，尤其是行动电源，因为我们太常需要充电的，然后我们都是一条延长线接非常多的充电，它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给力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充很多东西。我们这样充了一整天，它大概剩20%。然后冰箱的话我是没有扛啊，很重吗？算重，比冰桶重了，因为里面有压缩机嘛，但是
欸，但是冰箱我觉得我第一次用，我觉得体验人家讲说用过冰箱就回不去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就不用一直走回去那个啊营区，因为你就里面就可以放你喜欢喝的饮料或什么的，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，很快的，真的真的会回不去。欸，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它这些都是标配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官网自己去看一下那个他们附赠的东西，在 Klook 上面预定也是可以的。这是租 mini camp 的体验，这些来说我觉得非常好，可能也是我们第一次车路吧，我们本来期待就很高，可能无论是睡觉啊，或者是使用一些装备，我们都没有有那种啊怎么会这样这种感觉，就都是觉得好开心那种快乐那种感觉。所以如果今年夏天有人也想要尝试车泊的话，蛮推荐，就是可以自己上网去预定自己可能有兴趣的露营车的品牌这样子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第一次车泊体验的一个整个流程，然后到我们的使用的一些装备啊，然后到车子里面的一些配备的开箱。那如果大家有一些车泊点，或者是说蛮推荐的一些车路的一些服务商的服务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给我们。当然如果你要借我们车开也是很感谢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昨天分享就有观众说我应该跟他借车开，我要许愿，我下一次要想要开特斯拉去车速。好，听到了。好，今年夏天应该会有一些车泊影片，因为我觉得可以解决掉萝卜很热的问题，他现在就在车上吹冷气，那我就在下面介绍这样子。我们最后就把东西上一上，差不多就可以离开，开始飘雨了这样子。这次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那你才会赶上车时候。好，拜拜拜。